见底儿了。想起一下都是这种长条牛皮，而且不能吃木姜的味儿的你就来这款，不能吃辣的你就拍这个点点辣，贼稳妥。趁着这个点点辣连我女儿都能吃。这个不瞒大家伙说，这款就是点，我现在吃这个就是点点辣的，这就是特意给我女儿买的。这大长条，现在一个季节就是吃牛皮的正季，正季水果，正季蔬菜，这个牛皮现在这个季节是它脆度最高的时候。吃这东西有瘾，越吃越想吃，越吃越爱吃，辣度根据自己的口味在选项里选。就吃不了姜的这款也放心吃，一点木姜的味儿都没有。这大长条多招人心。咱别管它叫牛皮了，管它叫胶原蛋白棒吧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。这一口一口仿佛在吃爱马仕，高端大气上档次。低调奢华有内涵。这个牛皮真的是怎么吃都吃不够。沙沙的脆脆的。想起他家说是15天发货，但是72小时之内都能发走，用不了15天。整个一两天就能发走了。因为他这都是现做现发的。